好啦，我哋依家打翻上级，系啦，点解会连续失误咁多次嘅咧？唉，真系伤心。打一场上级用成十几分钟啦，依家快啲啊！唉，捞又捞得慢，简关啊手残。好，唔紧要，我有信心就是 win。咁一开始其实咧，大家要注意啦，杀咗只巨星之后，乜都唔使谂。咁啊，作为辅助嘅，应该系用呢个女恶魔兽啊，搞掂呀！大家记住啊，大女恶魔兽啊，好 high 啊，好爽皮啊，大女恶魔兽系女恶魔兽。咁啊，草记时间到啦，搞掂啦嗱！呢一关紧记唔好带咁多麒麟兽啊，真系唔啱打。到咗 boss 嗰阵时咧，知咩事啊？好啦，秒佢啦，搞掂。Yo， 什么嘅？又是麒麟兽啊？麒麟兽我不怕你嘅，话俾你听。咁开啦 ，OK。好，麒麟兽受死吧！凡不闪，不过名咁巧口嘅女恶魔兽。叽哩咕噜系啦，唔识睇日文啊，叽哩咕噜代替啦吓。防御降低，我唔怕你嘅防御降低，防御降低又如何啊？诶，我 feel 到好大嘅危机喎，唔该出自然技啊！嗱，咁咪出得靓咯。嗱，叫佢出自然技就出自然技，你睇下佢几乖。Yeah， 嗱，唔开技咧就好弊嘅，但系开技咧都好弊嘅。咁我决定唔开技住，系啦。草多一弯得一弯，嗱都话噶啦，草多一弯得一弯，耶！咁啊，祭司受害啦，好，凡不闪闪啊，哇闪死咗，超劲！所以话真系但系呢个组合系冇得输啊，系输喺边度咧？就系输喺你用完全体，我觉得冇办法啦，系咁噶啦，咁啊，技能全开，杀咗只黄天，唔好讲咁多呀！死啦你！接招！哇，好痛！耶、yeah ！复活啦，唔好谂啦，喂！好，开技！嗱，一粒石啊，叽哩咕噜技又出啦！哇，唔痛！嗱，系咪啊？唔好用麒麟兽啊，今次啊，真系唔可以用麒麟兽啊！平时就得，今次又唔得。好，全力输出，唰，搞掂！再嚟多下！嗱，你死噶啦，死啦，死啦！呀，喂，唔死！喂，对唔住，嗱，唔好打，唔好打，唔好打面，啊、哦！佢真系打面，哇，又疾风天长剑，嗱，中疾风天长剑系冇事噶，大家可以见到，我搞掂咗啦，哇，金穗 ，yeah， 上级金穗啊，大家见唔见到？咁我哋系需要打麒麟兽嘅，系啦，秒咗只巨星兽先，拜拜，闪，系啦，闪咗，再嚟，哇，系。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，麒麟失蹄。快啲，快啲，快啲，秒佢啦！喂，唔好俾大家喺度等啦，一等再等啦，咁就真系我睇 ，yes， 搞掂，一石过关。咁就完全冇添加，系啦。咁啊大家可能会问，究竟仲可以带咩兽咧？咁如果你想知带咩兽咧，其实你系可以去你是可以去翻睇我嘅介紹短片嘅，咁我有講翻完全體同埋究極體可以帶乜啦，咁就唔使大家咁咁煩打幾隻字嚟再問我啦，係啦，咁啊當然可以再問我嘅，冇問題，我會照答嘅，如果我得閒，係啦，咁啊如果覺得我段短片有用嘅話咧，你可以分享俾你啲新手朋友啦，又或者係想得到我最新嘅資訊咧，同埋中意我嘅短片可以訂閱翻我，多謝曬。